对，不要长裤，因为现在有的要求要长裤，长袖。长裤是到这里啊？对。哇，没错，长裤就是这样子。什么可以？现在都流行啊，因为这是今年最新的目录，长裤。也有长裤啊，好像在上瑜伽课。对啊，这个就是游泳也可以穿，这就是看你。所以上瑜伽都来这里买啊？不是吧？怎么可以？